小胖，嗯，你太有口福了，一下班就有快递。大家好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是谁给我们家小胖寄的那个快递，而且是我这么一看啊，全是一箱的那个吃的。这个说起来有点渊源，小胖是吧？嗯，这个阿姨呢？是我们小胖胖的干妈，哎，通过怎么样认识的呢？我又要跟大家扯两句了。这个阿姨也是我们家的老铁粉了，跟小胖胖啊非常非常的投缘，他们俩一天都是在微信上面交流各方面的问题啊，包括吃的那是最重要的哈。我发现那个阿姨也是刚退休，然后小胖跟他两个对吃的颇有研究。还要补充一点啊，他很喜欢逛街买衣服，他每次买个什么衣服都要问我，然后呢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把它搭配啊。对，这个确实是我一天反正听到他们俩基本上一直在聊天。我看你这个干妈给你寄了什么啊，哇塞，这是什么？哎呦，锅巴，你看，都知道你喜欢吃些零食，嗯，啊，给你寄这么多，知道你那个到时候，生孩子了，对吧？嗯，所以说想吃什么，他都给你买过来了。真的很好，我都没认过干妈。他说，真的，大胖哥，嗯，他就说他没有女儿，他只有一个儿子，嗯，然后呢就。很想我做他女儿。那你不是做了吗？对，所以我生完孩子第一件事我要去他那里。好啊，宝宝就带去吧。全你记得那个吃的特产，而且是重庆的特产。哇哟，我也跟着一起有口福啊，真的。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那个辣豆干。哦，对，上次也寄过的，你看，知道你喜欢吃，这次又来了。哎呦，这是辣牛肉。辣牛肉，嗯，不是，这是那个手磨豆干。哦，对对对，这才是辣，这才是辣牛肉。嗯嗯。但是我们小王胖也是一个很懂礼数的人啊，来。我今天叫你寄给我干妈，你没寄。快递还没在拿，不能怪我呀。嗯。杨作军。嗯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个牛肉脯和猪肉脯那些，他喜欢吃的也是。哦，猪肉脯，腊肉，嗯，真空包好，你看，这是我自制的俄式熏肠，哦，俄式香肠。那你的腊肠，你上次自己熏的。你看，还能寄一些你吃的。都是吃的。我发现你是一包吃的过去，一包吃的过来。对呀。这不是丈母娘的吗？我妈的，对，我妈的萝卜干什么的，她因为我给她尝一点，哦，我妈寄给我的，我也给她寄一点尝一下。我妈都说了，你对你干妈真好。她对你也好啊。对，我说我干妈对我也很好。嗯，我妈说你，我妈还说，哎呦，你倒好了，你都自己在外面认干妈了。快点打包寄回去给她，用这个箱子，好不好？就用这个箱子再寄回去啊。嗯，好了。我们两个经常是这样寄来寄去的。我干妈说这样省一个箱子钱嘛，她说。也有道理啊。嗯，你现在要不要吃一点啊？哎呀，等一下我自己慢慢享用啊。这个好吃，这个爪子好吃。自从你有了这个干妈之后，我也跟着天天有零食，买零食对吧？嗯，我每天零食吃不完，干妈亲妈。哎呀，你看，对，咱们还要跟他搞点什么东西放在跟他上面，刚刚填满。你什么时候搞方便面吃的？啊？你还吃方便面呢，偷偷？偶尔吃一下。偶尔吃一下，变坏。
你看你这个业务繁忙的人。小被子。喂。哎，那不对。哎，辉勇。没忙不着呢。啊，没忙不着，没忙不着。没忙啊。哎。那过去那个小云的老板子那边安排好没着呢？安排差不多，安排好了，就是说我那两天呢，等那个岳母过来嘛，他过来了，我再回来嘛，好不好啊？要得，那你看你这是哪们的，那我来等你了，看你这是哪们决定的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，决定回来是吧？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是吧？回来跟到你一路学习哈。那我说说，那有你那儿出一臂之力的话，要得，那我等着回来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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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好好好，那回来见哈。哎，好的，好的，老子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再见，好好好，好，好，小辈子，你回去啦？啊，问我，我都说了吧，你这个机会，再说了。他真的对你挺好的，打了几次电话给你，叫你回去。是是是是是。嗯，你看你岳父岳母都非常赞同你回去。是等岳母来了我就回去嘛，行不行了？就这两天就来了，马上来了。嗯，这个寄给干妈了。嗯。好。对。嗯。这个香菇，好漂亮哦。他喜欢这些精致的东西。好。哎呀，你看，这是完美，beautiful。哎，真是难得的缘分，真的有时候人就投缘哈。嗯，你投缘。对，他真的，他每天微信我每天早上第一个微信就是他发给我的，是吧？五点多他就起来了，他自从退休以后。不是，我觉得到时候，生了宝宝之后啊，把他喊到广州这边来玩一下。会的，会的，还有一个外婆，就是他的妈妈。哦。他们家都是高寿。哇。对，那你带过来玩一下嘛。对啊，上次之前的时候，天气热的时候，我给他寄过那个就龙眼、荔枝那些，他很喜欢吃。哦哦哦。所以荔枝一出来，我马上要弄过去给他吃。好的。我也去增城，搞那种新鲜的，寄过去给他。好的。你去寄好不好？快点上门，不用我去寄。打电话了吗？打了，他还没来。早上我就打了，你跟我说了我就打了，他就没来噻。嗯。哎呀，没来我就这等一下吧。反正他要来的咯。嗯。我以为你拿到下面快递站去寄啊，去那个蜂巢去寄啊，我以为你。不用，我给你上来的。也可以拿到蜂巢寄啊，方便。不用，不用这么麻烦。因为我都寄了好多次了，他们都知道我这里，我跟他一说，有微信嘛，发过去给他就来了。OK。放在这里，你上来拿。哇。开一个吃一下吧，你喜欢吃？我跟你说，视频为证哦，爪子都是你吃的，那有什么关系？啊，我都好想念重庆啊！对，等老同学回来，我跟他搞个鸡爪吃一吃。哦，对，他今天不知道怎么情况，去面试，等到好消息吧。嗯，要有信心呐，对他是不是？嗯。老公，我们准备做饭呢。好。差不多六点呢。好，要不要先开一个吃一下？嗯，吃一下吧，我也想吃一下。来来来来来，哇塞，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你说到时候我们的小孩会不会好好吃啊？哼，肯定跟他妈一样噻。跟他爸一样好不好？他爸从来不吃零食，这是。请问这个为什么要吃？因为我喜欢吃这个爪子。Thank you， 我挂了哦。好。